我嘱咐一句哈，今天晚上不能回来住。晚上不能回来住啊。去看，就是说了谢谢，反而才亏欠的情感。爸爸妈妈努力过的不少不多，如果我在这年代，我足够他就是忍着，强忍着，一直在忍着，从头到尾一直在忍。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，能感受到新人在结婚当天的这种心情，然后家人呢，也是强忍着这种不舍的心情，就是大家表面上都在开玩笑，但实际上这个当婚车走的那一刻，这个新娘的妈妈的这个情绪就爆发出来了，就破防了，然后就有视频的这一幕，我也是被这个画面深深的这个感染着。